给天魂的跑酷，直接来开始第一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话要这样子，容易 easy， 很快就来到第三关了。过关，这是什么飞扬线？哦，直接可以过关了。哎，直接可以过关了，对，有洞啊，这里有设计，手雷自杀，明知道那边有洞啊，我还不小心跌下去，然后要重新啊。OK， 回来就关了，不要再跌下去了，慢慢的。喂，为什么还要自己弹上来啊？又要重新。应该是要从这边。嗯，对啊，过啊。这样简单的话我直接跌两次。作者心机重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跌下去会不会怎样？是从角落那边下去好比较好。嗯，没事啊，就这样过关。这要讲上新闻。这要讲上。哦。哎，掉下去了。会摔死呀。真的会摔死，不要开玩笑。给我跳上去，拜托。真的会摔。该了，这次。真的会摔死。不要玩啊！很难上，我是六滴血，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啊，以光明会的标志，我直接劈一个真正的上去。原来这里还有呢，然后终点在上面。到了，耶，成功玩完，完成跑酷，好快哦，我觉得整个地图里面啊。最特别的一关就是这关，象征着什么你知道吗？象征着跑酷就玩这边了。哇，影片很快哦，真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容易 easy。有洞啊，这里有设计。喂。